宣战了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我们干脆就大家都杀掉，这样繁星就不知道挑谁了。对啊，有啊，我你看，你看我们不杀他还是过来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刚刚没有用啊，三个一起都杀兔子就好了，都杀都杀。哎呀，哎说，哎，这个峰哥这边的地真的很棒哎、欸，宝地哎、欸。小雨这边风水宝地，小雨这边被僵尸围喽，妈呀，他怎么走过来喽？欸、我峰哥是跟哈智一对，所以他们有一颗金苹果，然后有这个宝地在，不错。而且哇塞，他就在那个神怪传隔壁嘞，哇，好靠近哦。谁谁谁？秋风。啊、哦？还不一定找得到啊。对，他就在隔壁，他不一定找得到。转转转，看看因为这个神怪传不连外的，法师在钓鱼。哇，又是有药水的蜘蛛站啊！哇塞。是力量吗？看对，力量、哦，红色是力量。草草他们找到那个废、欸、矿坑。对啊，他们很早就在废矿了。废矿坑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废矿？哎、欸，有，他们应该找到废矿宝箱过。好像还没，好像还没哦。这个宝箱、欸、后面，棉花的后面。哎、欸，瑶瑶，你错过宝箱了，瑶瑶。瑶瑶吗？瑶瑶错过宝箱了。可惜可惜，不过他们一直在这里逛，迟早都会找到、啊。我们在追你的时候，有先看到泽平他们，本来要去砍他们的，可是中间太多北极熊。没有安德在，北极熊视力这么差、啊，早知道就躲在北极熊旁边了。就是好了，这边好凶哦。可是你刚刚先碰到我的脚一下。小雨他们旁边的北极熊真的全部都长大了、欸，真的已经变好朋友了。嗯，想不到这个一天就长大了。那他们已经全套铁装了、嗯，三个人都是。刚刚在上面聊太久了。北极熊了。噔噔噔，或者是刚刚自我介绍太久了，都长大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刻板他们要一直在外面啊？对啊，都挤那个、啊。这么猛啊！打蜈蚣吧。想要见识吗？还是想要那么厉害？还是想、啊、不然就是想钓鱼赚肉啊？被流毒打到是缓速吗？缓速啊，嗯、对，换缓速啊。嗯，可是他们的打法就是很菜逼吧？你们看到的这个一个坦，然后两个不知道在旁边干嘛？一个坦，然后旁边两个跟着是三个跟着坦，跟着坦，三个坦，对，三个坦，完全没有输出，你知道吗？零输出。我在看这女巫到底什么时候下来？天哪、啊！哪边啊？这三他们有看到，他们有看到。女巫没看到。我说那个他们有看到女巫，应该不会打。他们应该会躲得远远的。你们旁边还有一个兔子在跳，对吧？对，而且卡在那边狂跳。而且刚刚这边死了一只兔子。哎呀哎呀，刚刚没有看到妈妈超级留言，谢谢帮儿子 QQ。也帮鬼鬼尊尊 QQ， Oh my god！ 显示明条、嗯、有啦，每金一世长一智，以后就是真的不管跟谁一对，用自己的打法，对，安全打法不适合我们，对不对？就是应该要去看到什么就去打什么，OK 的 ，OK 的。谢谢妈妈。阿纪他们是在种橡木吗？嗯，他们在种橡木，他们拿到橡木树。这样他们就有很多苹果的感觉。假老婆干嘛想去烧北极熊？他干嘛啦？老婆在干嘛啦？他刚到刚刚还一直以为大北极熊也会攻击，大家还在躲，他还很怕。对啊，小雨他们这一队就是打算在地表刷资源，是不是啊？感觉上市了。那、啊、这样矿物怎么办？对啊，他们铁装都还没凑齐，就在白这边一直刷。你可能在找洞窟啊？对，他们是坚持的不没有。哎，小雨八七摔到了！小雨八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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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，他一定知道我在说他。啊，苦力炮，苦力炮！不，他妈在干嘛？哎，吓猫了他们。嗯嗯。哦呀，又有他都打死了。东坡在钓鱼，收集食物。
琵琶会不会来一个偷袭？看来不会。看团有一只苦力怕，有没有看到团团他们在干嘛呢？嗯，白天在地理上。团团他们怎么感觉在发呆？我们要探索洞窟。哦，有这资源，洞窟资源、铁资源蛮多的。我觉得草草他们还蛮可惜，他们来看废矿，不过因为装备比较弱，所以不太敢太冲。对啊。奇怪，废矿不是很多铁吗？他们怎么感觉没什么铁啊？他们的铁资源好穷啊！努力努力。看，峰哥，我们的希望，峰哥。峰哥已经全套铁装了、啊。他们这边抬头可以看到一个 ID 哦。欸、哦，是哈记的，没事没事，自己的自己的。自个人。一宿。峰哥，如果征服这里有点不错哦。你看过这个吗？棒棒棒棒棒棒！哎，那个，这是谁啊？那奥他们看到老婆要去打了。哇，剩一个人。什么？哎，蜘蛛明明看到啊，不讲。哦，有，好像没有追啊。打啦打啦！哎呀，推什么打？打了啦！跑掉啦！打了啦！打了啦！摇摇那边，摇那边的苦力怕很怕。还有哪边？老婆婆现在好像没有目标。对，他就不知道没有我们之后完全不知道干嘛。啊！对。哎、欸，学屋哎、欸，哪还有新的学屋啊？老婆的这边有个血屋，有吗？哪边？哦，哈基挖过的啦，找到了。那就哈基他们镇上吗？哈基他们的，有。对啊，就哈基他们镇上吗？嗯。好吧，没有看到。嗯。哈基他们让哈基在这边钓鱼、啊、他们有那个四颗钻石哎、欸，多、哦、很多、哦。完全就是看老婆在逛街，居然已经有钻石了，怎么哈基穿装啊？机场应该还是有那个吧，甘蔗吧？有，我拿到，就看他们拿不拿到甘蔗啦。嗯，不过甘蔗好像除了我那个之外，我刚绕一下都好像还没有看到其他的，超少的、欸，真的超少的。地表好像已经几乎没有甘蔗、嗯哦、感谢喵雨地那可能都在老婆身上吧、嗯、所以赶快打老婆就会掉甘蔗了杀了姥姥就对啦甘蔗嗯，水很少哎、欸。巧克白看了一下兔子就回头了真的很多人都在拼钓鱼，感觉看每一队有没有都有那个小水池。都没有食物太少。克白，他们还在地表，非常的嚣张。嗯，那哦，他们那队也在地表晃。哎、欸，他们来到那个雪屋嘞，是秋波他们的雪屋。哦，哎、欸，四幺。看到雪屋，游戏看到、啊，基本上一定会下去的、啊。对啊，而且里面好像剩哈基，没什么，没什么不下去的。下面剩哈基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哈基是不是抬头看到了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他没有看到。东西被拿光了，他应该会。冲了，下去了啦。他应该会知道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剩下瓶下去了啦，下去了啦。冲了，一定下，一定下的。刚刚下去了。下面，哎，现在就哈基。哈基没有注意哦，因为这个是从上而下，不好注意。这边有堵起来哦，这边有堵起来。嗯、有堵起来，有，微微堵起来一些。啊、然后哈基剩十滴血、欸，那怎么没有上来？然后哈基还在钓鱼，对，哈基很开心的钓鱼。哎、
欸，他们走掉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畏惧？下去啦！不，为什么？那你应该要懂的啊！这个一定要下去的、啊。要下去啦！亏你生存派那么多，没有啦。这个下去，下去了啦，真的啦！钻石哈基还有四颗钻石、欸，下去就四个钻石，对啊。而且他走下来应该看到哈基的 ID，、啊、他应该只会看到一个，应该是。他觉得可以打啊，对啊，应该打、啊。太可惜啦、嗯！不打吗？真的不打吗？真是太可惜了吧！嗯，他们是在旁边干嘛？他们现在干嘛？啊，他们看 ID， 有看到 ID， 有看到 ID。他们想要从这里往下挖吗？干、嘛、啊？有楼梯耶？为什么不从这边走到底，然后再跟爸爸妈妈帮你铺好的路，你不要，你硬要自己走？没有了，那有陷阱哦。可是泥土又没办法弄什么陷阱，而且你可以蹲着往旁边挖。那、啊、往哪边挖？哦，这边挖更恐怖、欸。这边怪物有点多啊。这可以一个奇袭耶、欸。那、啊、这样挖到了都不知道几百年了。哦，打路，然后当主播最爽吧，出一张嘴就好，拜托。所以才想成的当主播。他们这边看到的是哪一队啊？我想去打哈基啊，好像是风哥哦。蓝队啊，蓝队还是秋风啊？有一点距离。嗯，在下面。这样挖挖好久、哦，晚一点再回来。啊、嗯，没关系，我帮你盯着秋风。分好开啊。好、哦，秋风回来了。Jerry， 你的键盘？键盘，对，我的抓、哦、就是你 ，Jerry。不好意思，炸大了，太炸了，很吓。好了，看聊天室还有在一起抓，这个就开心玩啊，对吧、啊？这个输了没什么好怨别人的，就是我自己认为这个大家会给。会给我们机会，对，毕竟鬼鬼已经第四五届没有拿到冠军了，想说至少会等到最后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这还好啊，就开心玩，本来就没有定什么规则的，所以我觉得以后看到什么动物也都是可以直接打，就是不用太觉得怎样，就是自己的玩法最重要，对啊，大家开开心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偶尔来。这个观察者看看大家，我觉得都是可以精益求精，哎，学习一下，这个感受一下 ，OK 的 ，OK 的。我们下一届再努力，对不对？至少都玩得开开心心的，难得可以跟这个鬼鬼还有新人一对，对吧？我们不在乎这个彼此这个玩得多久，好不好？只在乎我们曾经拥有。哎呦，这个哎，克瓦要准备挖到大峡谷咯，大峡谷资源就还好啊，就一些铁而已，而且通常峡谷，哇、哦、哟，哎呦，那个窟窿有没有？他刚在这上面跳下来射击，结果没射到，可惜，他牺牲了，哎，没有牺牲小我，哇，他刚那个跳射如果有射中。肯定刷一波666，对不对？OK 的 ，OK 的。嗯，来来来，我们把 RC 继续回去跟大家聊聊天。石头，原来是还是要你们要拼挖石头最多的成就。可以，嘿嘿嘿，我刚不是边挖你边补吗？我就是喊鹅卵石制造机，你看好可爱哦。哦，没有，那撑时间啊，因为我让那个鬼鬼跟那个墩墩他们在旁边多挖大一点。嗯，我们就看到底是我的石头先不够，还是你们会先挖到？嗯，结果他们先挖到了。嗯，因为旁边挖过来。我刚还想奇怪，你不是没有队伍伤害吗？还很安心的继续跟你打。结果，哎呦，他们又在干嘛、啊？嗯，他们一条路嘞。对啊，墩墩，嘿。第一次参赛感觉是怎样？哦、oh, ，
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，不会达成吗？我只是觉得感觉下次老婆老婆怎么了？老婆怎么了？来去看一下。坏 QQ， 这是看到谁了吗？然后他们挖开一条路了。哦，他们那边好多怪哦，闹他们那边。哇，哎、欸，这边不妙哎、欸。老婆是扣血吗？是被历史压到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没有吧？QQ 没有啊。